看看我的手机处于什么水平啊？荣耀100 Pro 就是那个手机店那个安哥那个大哥给我的啊。CPU 35万多，看 CPU 运算 CPU 算速运算91000多，常用算法94800，多核性能14万多。来看这个第二个 CPU， 这个 GPU 这个叫4G 子游戏吧，4G 跑了28万多，寒线2跑了30多。MEM 架构是什么 ？IM 内存性能16000多，这是我特点啊。看看这个 UI， 反正一共就是14277636，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？我这个是荣耀100 Pro 啊。骁龙八 Z 二，16，我这是16GB 运行内存，512G 内存，啊，还行，够用，4纳米工艺。